跟他们的这个竞选策略是有关的。那么自己在马来票方面呢，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，朝野双方都维持了原本的这个格局，西蒙稍微增加了2%左右，但是对整个大局没有太大影响。那另外呢，一直都被视为是西蒙堡垒的华裔还有印裔的选民呢，这个投票率啊其实都是低于总体的平均的，其中印裔的这个投票率呢是最差的，或许是因为呢他们已经搬离了选区，没有回来投票。那巫统跟伊党呢就使用了种族策略，他就把火箭的候选人呢